好的嘞。但是我们还要介绍的就是新港前港，因为这就是这条街也没有什么好逛的，所以附近有景点的话都几乎在对面门这边，然后就从这边 top one top two 三四五这样绕过去，就五个景点这样啊。然后 top one 是为什么 top two two 就那个 A B C D E 的那个、啊，就是最没想到的那些。对啊，啊，我意思就是叫你解释。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哎、欸。一是什么？一应该是老屋吧。然后你们的老屋是哪一间啊？你们之前选的？你们上礼拜第七周你们选哪一间啊？两两吧。是你们选两两啊？啊，你们没有去两两拍照哦，啊，你干掉。哦，没有，下次再去。不是哦，吼 ，OK。然后呢？吃的话，就是那边有那个庙附近有那个東西小吃 ，OK。看到了，好。然后巷道的话，他们说那个对面附近有那个什么一个巷道，漂亮、哦、漂亮的巷道 ，OK。然后就妈祖楼那是港道还是？应该是、就是、也是最美丽的景点吧。对对对，也是第四个。然后你们的港道应该是五那哦那边 ，OK OK， 好。对，然后第五个就是它的景点，景点地方。好 ，OK。